你也可以就是环绕，然后自己也拍一下啊，就是非常随意的那种拍，因为最后反正你也要剪辑。你以为我会做这件事情吗？你不是很乐衷于做这种事情吗？你赶快，我已经在拍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从那个噩梦开始的缆车坡度下来了，我们两个下来的都还蛮成功的，看看那个坡度，这也是一大进步。但是呢，感觉比第一次缓很多，不知道是他们又垫了一下呢，还是说我们的水平进步，就是觉得它已经不是事儿了。希望是后者。好，现在我开始准备穿鞋了，最后一次 snowboard。有没有越来越像 Peter 的感觉？他这玩意儿还真需要一个口才好呢。好，来，你先来一段下去的样子吧。我说要摔一狗吃屎怎么办呀？到时候应该不在我镜头里面了。因为这块有点上坡呀，我就下不去呀。OK， 那边就下坡。好，先来热身的一个，哎呦，一个开始。这个山呢，有一点，山是有点不太平，所以我就先往这边滑。好。